这戏是专为你们背的，你们还是好好听听吧。什么戏 啊？这出戏叫展秤心，说的是李世民见到皇家子弟骄奢淫逸苦心规劝的故事。哎，下去君子之泽三世斩，遣车之见几心见，君子诸侯不进取，常使君王泪沾呢几。其实就变成这样了。骁勇之士，人才难得呀。皇上，圣明，圣明。老大爷，你以前见过我吗？这里以前有家姓楚的，有位楚夫人，你见过吗？没有，这条街上修伞的人我都很熟，没有听说什么姓楚的人家。没有姓楚的？大家肃静肃静。大家听我说啊，一会儿皇上来巡视，你们呢要向皇上来陈情，说不炸低分红你们就要全部淹死，都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那就好。皇上驾到。各位，皇上驾临灾区，真是皇恩浩荡啊！啊，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说，快点说。说。请皇上降职，炸堤分红。皇上，再不炸堤，我们就要被淹死了。啊，这都是百姓的呼声啊！啊，那他们说的跟朱大人说的不一样啊。那是啊，为官的嘛，只顾什么，哪管百姓的死活呀。啊，是是是是，看来还是分红炸堤是上策呀。啊，你就甭操那份闲心了，做个样子就行了。啊，皇上体贴民情，大家快点谢恩呐。皇上千万不能炸堤啊，不能炸堤啊。你说什么呢？再说一遍。皇上贪官不顾百姓的死活，你得过，大堤不能炸。皇上，对呀、啊、皇上，大堤不能炸，不能炸、啊、他们说的倒跟朱大人是一样的啊。好人走啊，请。反了还过来。这都是怎么回事？下官我都安排好了，没想到他半截都变了。曾派人马一定给我押住。是，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何大人，何大人。皇上啊，不不，那个郎中他怎么了？他跑了。跑了。
哎哎哎呦要死啊啊啊我这哎这你这滑头还想溜走啊不是我想溜今天我就你快走姑娘你问到了吗我问了七八家没有人知道什么楚夫人不可能啊绝不可能你这个大骗子我饶不了你你不怕死给我一天时间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个交代你休想再骗我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就刺吧把这间房都给你们收拾好了、哎、今儿晚上、哎、你们就住这儿啊来呀娘不行啊、哎、娘您安排的可真周阿丽呀、啊、你媳妇儿为你可吃了不少苦啊你呀、啊、可得好好陪陪她、哎、一定好好陪陪她哎呦好大妹踢得好哎娘班主那还有事呢我先忙去啊哎呦大妹、啊、大妹班主都跟我说了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不用你干对对对对对 有什么事儿小飞小白干去啊娘不行来不行行行行走啊哎呦我的娘哎你怎么把我老婆让给皇上了呀完了皇上跟别人老婆入洞房了这我这个手哎老子大哥你怎么来了啊小飞小飞我再不来我再不来我老婆成了皇妃了就、哎、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你皇上什么人皇上男人了皇上什么人、哎、我说你也不能这么说哎这事不能怨皇上是你娘把他们两个推进去的是啊是啊我看见了是我娘那我更得跟他说这谁不能打扰皇上不不不那不是你们的老婆你当然不着急了你们告诉他我可是练功夫的我可没那么好惹这不是我要非得娶你当老婆的这不是你们逼着我冒冒充吗那你也不能跟着我进屋啊出去这我出去我出去阿丽、你想溜没我阿丽、你要是对不起大梅娘第一个就饶不了你没大梅好你问他大梅、他欺负没欺负你啊、娘没有他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进去都别进去那进去哎呦进去快进来哎呦这听见没有这都是你娘干的好事我娘把皇上当成我了可皇上他不能骗人的他胡说皇上没骗人怎么没有骗人皇上说好了扮成我的朋友来看我娘的哪知道他扮成我了这不公平这事儿不能怨皇上你要怨对了要怨就得怨你老婆大梅是大梅让皇上扮成你的真的真的你敢肯定我肯定他说的没错没错大梅哎我揍扁了他我这你放开我揍他我告诉你我有眼剪刀可没眼你放心吧我们家老婆满屋都是我哪能对你起歹心呢就你这德行还老婆满屋子呢你别吹牛了你哎呦我看你说的来坐这坐这坐这我不坐哎呦其实我有事想问你你们这儿哪好玩啊你想逛街啊啊八
旗条街。八旗条街呀、啊，想不通啊，真想不通啊！哎，我是对皇家有恩的人呐、啊，啊，皇家就这么报答我呀？哎呀，就没事儿，没事儿。你懂什么呀？你什么叫没事儿啊？你一个太监，你懂什么呀？孤男寡女，干柴烈火，不出事儿才怪呢。哎，郎中大哥，这就算出事儿，那不是好事儿吗？啊？啊你看，你们家大梅成皇妃，你也成了皇亲国戚了，这个。对放屁！那怎么论辈啊？啊，怎么论辈啊？啊，以后我见了大梅还得下跪啊！我成什么了我？真是的呢！这别嚷了，别嚷了，小心搅了皇上春梦。对，春你个头啊！大梅，你们在哪儿啊？皇上不见了。阿丽，大梅，你们在哪儿啊？大梅，阿丽，你们在哪儿啊？皇上留的手链，什么什么？他说他哪儿了？八旗条街啊，带着我老婆逛街去了。哎，你别急，说不定给你老婆买珠宝去了。哎呀，大梅啊，大梅啊，你可千万别动心呢、啊。这是皇上让咱通知何大人。哎呦，你看，你快回行宫啊，我们去找皇上去。哎，快去、啊！我回行宫，我老婆跟别人跑了，谁陪呀、啊？不行，我找大梅去。你娘。我等你。你居然敢溜！你活腻歪了你！不是何大人，何大人嘞？皇上把我老婆给拐走了，何大人，你可要替我做主啊，何大人！行了，真是敝帚自珍。嗯，皇上三宫六院，轮也轮不到你的老婆呀。哎呀，何大人嘞，哎，反正你们这儿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啊，皇上现在正带着我老婆逛街呢，我得去找他吧。您要对我不放心，走吧，何大人，您跟我一块去找。行了，这是国家大事，是儿戏吗？嗯，皇上有皇上的职责，你有你的岗位啊，必须各司其责，不能乱套。你，啊，皇上的责任就是陪着我老婆逛街呢，我的责任就是待这儿没事干，真是的。行，我也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听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庙里的菩萨见过吗？见过，那都是泥塑木雕的，成天就闲着。可是如果没有他们，那庙还称其为庙吗？哦，你的意思，我就是一个泥胎啊？你还别委屈，那是抬举你了。我告诉你啊，眼下皇上南巡。江南官民全都知道了，都想一睹龙颜。如果见不到皇上的话，那很可能就谣言四起，人心不安，那会是什么局面呢？你想过吗？何大人，所以现在就需要你这尊泥菩萨出面了。我再说一句，朝廷的事我不管这么多，我现在就想找回我老婆。哎，我现在就去见皇上。哎，何大人，您带着我去吧。看住他，别让他满世界出溜了。不，那如果他再溜呢？把他的腿砍了。啊啊！不，我不溜，不溜。何大人，您把我老婆给我带回来就行了啊！皇上行宫之内何人喧哗？何大人，
通知朱金和一帮人要见皇上。这御书房岂是面对议事之地啊？是啊，他们跪地不起，不见皇上，他们不走。这帮书呆子。别愣着了，捯饬捯饬，该你出去了。我出去？嗯。我出去，我跟人说什么呀？我不去。嗯。你什么也不用说。啊？我什么也不说。你嚷什么呀你？你就出去摆摆样子就行了。可我什么也不说，人家以为皇上是个哑巴呢。没谁把你当哑巴卖了。去，换衣服去。那大梅那事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都起来吧。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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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皇上，皇上，皇上，又是你啊！哎呀呀呀！皇上身体有恙，你们怎么还来打扰啊？这成何体统啊？是不是？微臣该死。皇上容体有恙，有太医护治，可百姓有难，有谁相救啊？什么？百姓有难？朱大人，你不要危言耸听。皇上，周家营大地一炸，数十万百姓将成鱼鳖呀！有这么严重啊？哎，你给我说说。这个事情啊，皇上自会慎重处理啊，用不着各位大人操心了。皇上，周家营大地一炸呀！你们说，皇上，皇上操心了吧？何大人，这回去。何大人，回去。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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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各位大人真是忠心可嘉呀，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皇上的脸色呀？这件事情就交给何某办理了，放心吧，你们都回去吧。都走吧，啊！朱大人，你也辛苦了，回去吧。站在这儿是一点感觉不到，四面是江水滔滔啊！淹哪儿也淹不到这儿啊！这儿是八旗一条街。八旗一条街，看见了吧？这些女人都是傍旗的。傍旗？你没听说过吗？傍了八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哼，这年头啊，像我这样三针九裂的女人都绝了种了。找个八旗傍着，吃的穿的都没有问题。可是听你这么一说，八旗八旗很成问题啊。这都是昏君干的好事儿呗。哎呦，你连皇上都敢骂呀？要不是他宠着八旗，八旗能那么霸道吗？哎，听说皇上南巡呢，让他听到怎么办呢？皇上，他架子那么大，他能到这儿来呀？嘿嘿，他没准微服私访，就在你身边呢。他要真在我身边啊，我照样骂他个狗血喷头。你吃了豹子胆了？哎，你今儿不是唱了那出戏了吗？人家魏征都敢骂李世民，我为什么不敢啊？李世民是明君呐。明君都是骂出来的。哎呦，大梅，你可真新鲜啊！你不是普通的妇女，你是女中豪杰啊。再说肉骂的话也没用，我也看不上你。你走吧。我上哪儿去？爱上哪儿上哪儿啊！我就不送了啊。你这不是赶我走吗？你不走我怎么做人呢？啊，戏班人都好心帮我骗婆婆，你要再不走，人家以为我不守妇道呢。那他儿子不辞而别，你怎么跟你婆婆交代啊？那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我的名节要紧。那我跟老太太说说去，说完就走。那不行，你要回去赖着不走，那我的麻烦就大了，将来我怎么有脸见我们家红丽啊？
是，哎，借过，师傅，嗯，师傅，这河大到了，师傅带你们逛街去，我们走了。哎，这小子说走就走啊！哎，记得我们家阿丽，让他早点回来。干什么？朕想出去走走。不准踏出这扇门。哎，你弄清楚了，我现在是皇上，皇上想在行宫里走走还不行吗？哼，让开。哎，这公开场合你才是皇上，这关起门来就什么都不是了。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去。真是不可理喻。听到没？奴才在。传朕旨意，让御膳房熬锅姜汤来给大人们喝。这，哎，等等，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哎，我又没出门，我又没违规，怎么了？你没事熬什么姜汤啊？我告诉你，外边的大人个个都是忠臣，他们在雨地里跪了这么长时间，连口茶水都没有喝过，传出去那皇上是个狠心的皇上。我这是替皇上做功德呢。你去多放点红糖，让他们活活血脉。这和珅呢？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八旗一条街，远近驰名啊。嗯，江淮大水，灾民遍野，想不到这还是歌舞升平啊。皇上有所不知啊，百年不遇的大水马上就要扑过来了，如果不尽快炸堤的话，明天就是一片汪洋啊。炸堤啊？炸什么堤啊？周家营大堤。周家营是什么地方啊？全是农田，人烟稀少。炸农田就八旗，你们就不怕老百姓骂你们朝廷啊？万岁明鉴，这一条街是江苏巡抚宋文龙拨营兴建，乃我大清国一个样板，千万不能淹呐。什么样板呢？啊，八旗呀，多少年来环居京师数百里之内，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全靠朝廷救济，平时设置成风，影响了市面的安定。可这八旗一条街建成之后呢，八旗子弟们开店做生意，自食其力，平时没事干，现在就有饭吃了。嗯哼，皇上，这条街建得好啊，要不怎么成为大清国样板呢？您知道吗？江苏啊，每年纳粮是180万担，而这八旗一条街呀，就纳粮20万担。哦，八旗子弟现在也能纳粮了，不容易啊。是啊，不容易。这八旗子弟啊，在京师滋事，地方官吏不敢管，而这儿的八旗子弟呢，都有生意要打理，他们不生事，地方上也就太平了吧。嗯，八旗子弟自食其力是个妙方啊。回到京城，让户部拟个章程，各地照此办理。万岁英明，请万岁爷降旨炸堤怎么样？保住这八旗一条街吧。嗯，那就是执笔伺候吧。啊，这边请。这点银子买你这破摊子。啊，真的？走啊，走，是你的了。走啊。嗯嗯，此等劣质之笔，皇上就对付着用吧。
皇上头一回在街上写圣旨啊。你懂什么？这就是明君，国事为重，不拘小节。哎，我不懂，你懂，你聪明。切。皇上，怎么了？免去周家营三年钱粮税赋。哦，皇上英明。炸了大堤，淹了农田，周家营的百姓就苦了。尽管免去了三年税赋，也弥补不了失去家园的痛苦啊。哎呀，皇上仁厚之心，奴才听着都快落泪了。可是皇上，您不是周家营一地的君王，您是我大清国的君王啊，霸旗也是您的子民呢。炸吧。尊敬。皇上，臣有忠言进谏呐！皇上，臣有忠言进谏呐！皇上，皇上，青田姑娘，你，哎呀，青田姑娘，你看看这些大人们啊，他们胆敢冒犯龙颜，也要跪在这儿，他们一定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皇上说呀！哎，要不这样，咱俩一块儿出去听他们说说好不好？朝廷大事儿用不着你管。你，朝廷大事也是老百姓的事儿，我就是个老百姓。你就想出去找你老婆，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出这个门，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这啊，哪是个姑娘啊，这我不出去，我不出去行了吧。哎，干嘛？大臣们可都看着呢，我现在是皇上。皇上出门没有不准我说话。我朱大人，你进来。谢皇上。皇上有旨，朱京觐见。臣朱京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哎哎，你起身回话。谢皇上。哎，我问你啊，炸堤分红，保全大局。为什么到了你这儿就坚决反对呢？臣启皇上，灾情虽重，但未到炸堤之危呀。你说什么？哎，不是说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吗？这都是有些人危言耸听，蒙蔽皇上。这都说了些什么呀？我都糊涂了。皇上，灾情虽重，但权力未渎，仍可保住大堤，不必炸堤分红啊。啊？那人家其他的荷官为什么非要炸堤呢？不炸周家营，他们就没钱赚了。什么？嘿，这不是荒唐吗？哦，炸堤就有钱赚呢。皇上，保堤是地方官的事，朝廷分文不补，而炸了大堤就是为了八旗而牺牲，朝廷将拨下大批赈灾款项。有这等事儿？各级官吏层层贪赃，到了百姓手上所剩无几呀。啊，他们这是做一笔大生意呀。所以百姓中有民谣，老天发大水，老爷发大财。皇上，大地一炸，数县被淹，无数良田变成泽国，数十万百姓何处藏身呢？天大的事儿，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皇上，臣有治水酒策，可救百姓，请皇上过目。啊，拿上来。嗯。臣冒犯皇上，罪该万死。啊，不不，你没罪，你不该死。啊，你是忠臣，有功，你下去吧。臣告退。哎，给我看看。哎，阿丽她走了。嗯，她去曹团救人，一时半会儿啊，怕是回不来了。阿丽走了。
我还没跟他好好拉拉家常呢，他又走了。哎，娘，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您别想那么多啊。他去救人连药箱子都不带。所以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吗？我总有一种感觉，他这次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哎，娘，你说什么呢？阿丽这些年不是一直在外头跑，你也习惯了吗？这两年他是在外头跑的，可这回回来，我不想让他走了。我跟他说过的，他也答应过我的呀。啊，反正他也能唱戏，我想把他留下来，你们夫妻俩好好过日子。没想到他又跑了。娘，您放心，他很快就会回来的。阿丽，阿丽，他不会回来了。啊，娘，娘，娘！官府挨门挨户的交代过，若是有人打听楚家的事，谁也不准乱说。这一定是和珅搞的鬼。小姐，有人送伞。有劳公公。哟，这雨还没下来就有人送伞来了，嗨，真够体贴的啊。青年小姐，谁送的呀？师傅，您快瞧外边。外边有什么好瞧的？不就放烟花吗？不是烟花，你瞧，你瞧瞧，你瞧瞧。阿丽，大梅，大梅。死鬼，你还没走啊？他怎么敢骂皇上是死鬼呢？皇上喜欢。喝什么茶？回家，娘想阿丽都想得病倒了。哎，去去去去。哎呀呀呀呀！这是干什么嘛？啊，各位大人干什么呀？何苦的吗？啊，都起来，啊，起来。哎呀，你个郑大人，你这是何苦的嘛？来人，抬到太医那儿去。走。哎呀呀，你看看，这是何苦的吗？啊，何大人，天地良心，你要对得起呀。大帝，那是皇上的意思，该劝的嘛，我都已经劝过了。不，皇上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什么？皇上刚才召见了我，皇上对江南水情一无所知，完全是你一手操纵，你才是天下的罪人。啊，好好，尽管你言辞激烈，但是我不跟你计较啊。您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这样吧，我再去跟皇上说说，啊，再说说。各位大人，都起来啊，都回去吧。哟，何大人，见着皇上了吗？我老婆她回家了吗？谁叫你召见朱京的呀？这一带是我老家呀，我老家发大水，我能不打听打听吗？蜻蜓，蜻蜓。哎，何大人，大小姐已经走了。
我叫他看住这儿，他怎么会离开呢？有人送了一把伞，大小姐就匆匆地走了。伞？我们先谈正事。关于大水的事情，皇上已经发下圣旨了。啊，这就是圣旨啊？何大人，这不就是一张烂纸吗？不许胡说！圣旨写在卷上的，我知道吗？你懂什么？这写在抹布上，只要是皇上的亲笔，那也叫圣旨。哦，知道了。哎，何大人，皇上怎么说的？看好了，关键是这句：周家营大堤不得不炸开。啊，何大人，你应该知道，这周家营大堤本来不必炸开的呀。看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微妙。可是你懂什么？好了，一会儿百官就要上朝，你就照着这个念就行了。啊，何大人，郎中，您都累了一晚上了，睡一会儿吧。公公，您瞧瞧外边这种情况，我这我哪能睡得着啊？哎，你也是有良心的呀，郎中。公公，若是皇上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处理？皇上也是彻夜不眠呐。微臣呢，为君也不易呀。哎，朱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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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抬上来，抬上来，让我看看。来，怎么样？要不要送太医院呢？不行，来不及了，快拿银针，我给他扎两针。啊，好好好，快，好。这可怎么办啊？啊，这我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了。你别急，你不是看过一遍吗？错着念，意思不变就行啊。啊，我是看过一遍，可是，周家营大堤是炸呀还是不炸呀？太爷，我忘了皇上怎么说的了。我也没看过圣旨啊。哎，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国公，这国公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万岁。
江淮水患威胁百姓，只到之日调江南合兵3000名，增援清江大堤，调捕夫1000名，增援周家营大堤。臣启万岁，何官建议炸周家营分红，请万岁圣裁。周家营大堤不得炸开。皇上圣明，皇上圣明。蜻蜓，蜻蜓啊，以前你都是跟爹撑同一把伞的。官府居然警告这条街的人不许说楚夫人的事，这是不是你干的？和珅的名气就那么臭吗？什么坏事都是和珅干的。只有爹才怕我知道自己的身世。你的身世？什么身世？你是我和珅亲生的女儿，这就是你的身世啊？不，我是楚夫人的女儿。太完美，还有你想要的自己总是太无愧，一转眼已经这8年岁。